Blackpink 成员 Jennie 日前登上刘在熙的网络节目时，透露了自己的朋友从来不在吃饭时让他付钱，引起热议。只见节目上，刘在熙向 Jennie 询问：“你应该经常请朋友们吃饭吧？”对此 ，Jennie 表示：“我也很想请他们吃饭，但他们都不让我这么做，因为我在朋友圈中的年纪是最小的。每当我提出要付钱时，都会被拒绝。”一番话让一旁的梁世灿、车太铉开玩笑的表示：“真的吗？你的朋友？”他们都赚很多钱吗？你那些朋友是谁？都是世界级的吗？让 Jennie 笑说，他们只是韩国的同龄朋友，并强调他们会一起分担账单。而节目公开后，网友们也惊呼 ：“Jennie 的朋友们好帅气啊！”不过能当 Jennie 朋友的，应该多数都是有钱人吧。